没见过的啊，狮驼岭啊，流花湖啊，风中追风啊，梦幻最土豪老板啊。In the mix， 兄弟们来了啊！梦幻西游175集，综合总商排名第三的狮驼岭，流花湖著名老板 King 总的狮驼啊。King 总的话是投资电子竞技领域的一个超级老板，这个在所有梦幻西游老板里是最有钱的啊，知名度最高的啊，没有之一啊。因为 King 总的话多有钱，可能经常玩微博的人会知道，他曾经做过最知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开了一辆3000万的车啊，然后撞了以后没有报保险啊，淡定的在抽烟啊，然后经常跟他交往的好友里啊，能看到明星出现啊。先看武器吧啊，武器的话是一个用1084啊，除以个三加689，武器的话是1050.33啊，62，再乘以个0.77啊，再加上一个1050.33啊，这把武器是综合排名啊。啊，能打两只虚弥吗？兄弟，现在打不了。现在其实狮驼岭的武器的专用武器的价格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了啊。大王买的时候太早，是50万。这把武器跟大王的武器差不多啊。大王的武器是加耐，它的加敏，综合属性就差了几点。我那个是1092的纯力，他们的是1090啊，1098的力敏或者力耐啊。啊，大王那把武器是在紫禁城当时花50万买的啊，在最高的时候，大王的武器被出到了100啊，木匠的武器成交价是200万，但是。这把武器跟木匠的武器的区别在于，木匠的武器是双种族，也就是花果山、力武装、凌波城、狮驼岭都能用，这把武器就只有狮驼岭单种族啊，力敏。所以说这把武器呢，我觉得应该是啊，我觉得应该是和小梅沙最近在出售的那把狮驼岭专用的神器神用武器差不多。小梅沙那把的话差不多是120万，伤害比这个少了20点，少了20点和多一个神用哪个有用？而且那把神用武器正好也是啊，力敏双加的，双加都是一样，就是单纯的差了20点伤害，减了20点伤害，多了个神用，你们觉得哪个好？那把武器是120万啊，所以说这把武器呢，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参考嘛，就只能拿小梅沙的武器来参考了啊，反正20点伤害，我觉得跟神用差不多啊，差不多。咱们给他这把武器的话，我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啊，这种东西估价的话，仅供参考吧啊。以那个120万作为参考的话，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卖出去啊，而且已经太久没有成交价格，10月份也要大改了。咱们保守一个估价85万，你们觉得啊可以吗？兄弟们，他们两个武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单种族，那把武器是个宝珠。有人说宝珠不是双种族的吗？但是对于男性专用的来讲，宝珠就是单种族。所以说这把武器啊，估价的话只给他估一个啊85万，咱们考虑到各种因素啊啊，即将改版，咱们第一步先把括号加一下啊。我的那个锤子为什么92买？因为我第一是算错伤害了，第二的话啊，我那个锤子是双种族，反正啊，我说太多大家可能也不太理解。加3000啊，再加2000啊，再加上83000啊，再加上一个啊10000，一个神用能卖20万吗？得看神用在什么上手。神用如果在木匠上，20万是下不来的啊。但是神用在一个300块钱的环装里啊，就还是300块钱不加钱。神佑的价格不是取决于神佑，而是对不对它的这个其他的属性啊。好，空号的话差不多100万，96万2000啊。好，再看一下这个衣服的话用16再乘一个12 192，减去一个492，衣服的话是300厨房啊，300厨房熔炼12 312，双加的话71，这衣服的话差不多是一个13万啊。衣服的话成品的话差不多13万，这个衣服的话防御没有特别高，双加不是特别高，防御最高的衣服能达到332，双加最高的话能达到76。这个衣服的话啊算是一个常规的衣服，但是它这个腰带啊真的不常规，腰带的话是97啊，425再加上一个14点，这个是439，而且这个腰带在女儿村大当官府追求极致速度上啊
啊，简直最强啊，简直是最强。这个腰带的话，我觉得不打宝石的话，能卖上24万的啊腰带钱。熔炼的话，我觉得暂时不用加。宝石的话，1到16的话是一个7万。然后第17段宝石的话差不多8-90啊，看服务器，咱们按照综合的价格9算16万啊，算16万。这腰带的成品的价格大概是40万啊，这个40万的腰带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基本就是愤怒啊，愤怒地封印差不多40万啊，愤怒法爆太少了没法比啊，愤怒特技反正没有愤怒特技贵吧啊，差不多是也是高价吧啊啊。像这样愤怒腰带的话，我见过的应该有3条，紫禁城的经典手里有一条，硫花湖有一条，新出的还有一条啊。这种腰带的话，就是越追求速度的话就越好用啊，因为如果你把它综合算成血耐，把封印也换成属性点，法宝也换成属性点，它属性点不会是最多的，但是速度的话肯定是最快的啊。好，再看一下帽子，帽子的话也只有2个啊，帽子的话野兽精致的话好像只有2个，其中那个还有2个啊，还有2个，一个是还有2个女头啊，还有2个女头，一个是在紫禁城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帽子总共有3个这种野兽破血的精致啊，这个也是追求极致伤害的啊。宝石钱的话没有刚才的那个宝石那么贵啊，但是差不多12到13啊，12-13万是有了。玛瑙差不多13万，帽子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啊。我觉得只有一个的话，就这么说吧，野兽穿刺和野兽精致哪个好？野兽穿刺跟野兽伤害啊，野兽精致穿刺的话多了0.0几%的破防。精致的话单纯的多了8点伤害，8点伤害能带来的效，8.33的伤害能带来这种伤害差，伤害差可以容易破防啊。这个我觉得穿刺好啊，我也觉得穿刺好。精差不多18-9再加上宝石钱啊，再加上一个13啊，18再加上13 31万啊，帽子的话大概是31万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算法呢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帽子实在是没有参考价啊，我们只有一个女头的参考价。女头我鉴定出了个野兽精致，刚出的时候有人出7万，后来我说卖他不卖了，现在可能3万块钱就卖啊。这个男头的话咱们算了18万，我觉得没有太多参考价，但是应该是差不多吧，因为男头跟女头肯定是不一样啊。精致啊，有人说精致和穿刺的话比的话精致穿刺好，那废话。好，再看一下其余的装备啊。这项链精青啊，项链精青的话灵力很重要，150的极限灵力是252，用272减去一个78，初始灵力194，灵力低不要紧，宝石都没打满，熔炼也是一个垃圾。这项链啊，实话实说没有140高龄好，懂的兄弟扣个一啊。这个项链没有140高龄好，140的极限灵力是235啊，而且人家140项链还能带个神农，这个项链你们可以大声的告诉叶子这是个垃圾啊。这个项链是真的不太行啊，但是不太行的项链的话不打宝石的话也能卖上一个8万块钱，点完套装的话9万块钱啊。这个宝石算的特别低，95000块钱，全身的装备算完了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耳饰，耳饰的话是一个15、14加19，这个耳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点像天启老臣以前的一个啊，鞋子没算呢啊。好，鞋子的话是94再加熔炼的94的熔炼的3点啊，97点防御啊，67点敏捷。这个鞋子的防御呢差不多是112左右啊，是极限防御，比别人少了一段，但是敏捷也差不多很高啊。这个鞋子的话宝石钱是7万，加满天套的话是8万，鞋子最便宜的话差不多25000，它比最便宜的稍微能贵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鞋子成品的价格差不多呢是一个啊12万啊，12万啊。好，耳饰的话咱们用14加15加19啊，14加15再加19 48啊。平均应该是爆了6.8啊，耳饰爆了6点伤害啊。这个耳饰的话11段修为值11万，这个戒指跟这个跟藏宝阁流西河版那个差不多应该是啊。这个应该是还行啊，还行，我觉得37万啊，37万左右差不多啊。兄弟们，这个戒指是全梦幻唯一的一个属性特别垃圾然后打到11段的。为什么咱们说这个戒指属性垃圾呢？速度的话它星辉石只能加上啊，速度的话它星辉石只能加上3点，而伤害是4点，而且获得伤害人族和仙族都比获得速度要难啊，只有10多领获得速度跟获得伤害差不多，0.67比0.77啊，0.7比0.77啊。所以说这个戒指啊，实话实说是真的啊啊，这个戒指其实真的还是挺麻的啊，这个戒指用了好久啊，委屈叶子了啊。这个戒指的话星辉石是11万，
这个戒指本身呢，你们说这个戒指能卖多少钱吧，兄弟们啊？一般最少最好的四张爱戒指的话，肯定是过百万的。这一个戒指如果是大唐官府用，比一个四张爱的啊高属性的，我觉得应该能差个两段以上吧啊，两段以上的啊。这个戒指本身啊，我觉得值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虽然上白的伤害爆，下白的伤害啊，哎，这个戒指啊，这个戒指我啊。我觉得11万新辉石啊，零是打十一段，人家这种零是打十一段，一是老板有钱，二是他打十一段的时候比较早，尤其的这个戒指啊是真的早，这个零是啊，嗯，我觉得这个戒指11万应该没人买。我想了一下，这个戒指没有人会去打到十一段，而且只有上牌爆了，下牌没有爆啊。我觉得11万还有点高啊，10万啊，这个灵士啊，11段行为石，这灵士本身上牌没有爆，如果在你需要抗风的情况下，防御和抗风基本都会可以快一比一兑换了，所以说这个灵士啊，12万13万啊，他这个气血还是略爆一点点的吧，给他算上个12万5，这个零是妖总，如果看见的话妖总会很开心啊，因为这个零是确实没有妖总嘛啊，一般来说这三个啊，有的是101，有的人是105，有的人是97 98，他这个是95不说，是速度还比别人少了10点。这个零是啊，我觉得23000再加上30000啊，53000块钱啊，零是一般般。老板还有备用的零是啊，还有一套备用的灵士，咱们把备用的灵士这种任务的永不磨损的装备，我觉得等会儿算不算再说，咱们先把这个啊备用的给他算一下。这个戒指耳饰是法伤位的，上牌爆了7点啊，这个耳饰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就是一个7万多块钱法伤的啊，75000属性爆了一点点。戒指的话，下牌的伤害略爆，上牌的伤害略爆，戒指的话25000+3万5万5，这套备用的灵士也能卖13万啊，这个镯子就送了两属性。这个衣服啊，永不磨损，主要看这武器出伤过800的永不磨损是天价的，用612的命中除以3+643啊，武器的话847，14×6=84，出伤的话763，伤害的话单纯的伤害白板的话能卖7000块钱，宝石钱能卖5000块钱，真正值钱的地方是他这个双加啊，双加体耐还能用啊。这把武器的话，反正 PK 的话法系用不了。任务的话，十多领用的话，伤害有点低。圣灵之甲跟光辉之甲还不一样，还不是说一个百搭啊。天宫能用，但是天宫有圣灵之甲加成的经脉，但是也不会点啊。这把武器好像是我看了一下，应该不太好用。武器的话，我觉得不打宝石的话，顶多是一个10000来块钱啊。损伤害的话7000多，双加再加一加10000多。特技能不能加钱不好说啊，咱们给他个14000，再加8000，22000块钱，50000块钱我觉得啊不可能。录下给 King 总看啊， King 总会请老王去上海坐一坐，可以啊，终于能见到 King 总了，好开心啊，多么正直的主播，给 King 总估价都敢这么估啊。听说过外滩吗？啊，多打了一个零啊，你也就能见到老板的打手啊，怎么可能啊，一个长相那么帅气，心地那么纯良，你就看他的那种面相的人，怎么可能手下有打手呢，李哥啊。